适合走进我家去陪困家我发地表白从来不容易是就拿起我四三二一你不会真心会不会有勇气但其实我不送你玫瑰只想送你这是两层的说起不是说爱的也是别该有惊喜然后歇斯底里也许那次为止还是从新开始表白总得要用心一次我在想的一次明明错了会否再错一次有没有总会都没理智就把心四三二一会不会生气会不会哭泣但其实我不送你玫瑰只想送你诚实要送的出气不是说爱的眼神应该用心情也许有担心要从哪一面要从哪一面说起Gotta tell you all this You're so good at the end